今天是台湾的第四天，现在我们要去卤肉饭。你又拍了，又靠近了。照我的按，按我的照。我们要去卤肉饭，走路1公里哦。我们到了华西夜市。可是你阿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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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妈。阿嬤很牛逼哦。哦，狗狗。哦，狗狗。啊，这里也有一只狗狗。小姐姐。我们到了。这里的环境是不错不错，外面是很热，可是这边是很冷的，它air con是很冷。那个是什么 race？这个是那个啊。哇，好多人啊，而且我们来对时间。这店真的很好吃哦，它卤肉饭也很好吃哦，太多了的、啊、我们吃饱了，走走走。你等稍等一下哈，十分给十分。Master D说 ，Will you...很美哦，又是一个很晒的一天，眼睛又不能开了吗？哇 ！OK， 我怎么好像来到了飞机场？来个 coffee 吧，走，我们去喝 coffee。哇、哦，旁边这里有个 cafe 哦。长这样啦、啊。最佳感应位置，你感应到了什么？哎，我们采访一下当事人，请问你感应到了什么？那请问你感应到了什么？感应到了一丝的寂寞。你这个很帅呢！哇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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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，我们逛完了，也没有东西看，然后就来到这个 cafe 这里，然后就点了主食。我们先吃这个是红烧炖牛肉饭，哒哒，千层蛋糕，冰美式，哦，还 OK 吗？它的酱 OK 吗？哦 ，OK 啦。就酱。就酱啊。哦 ，OK 啦。我们是要去台北101，现在是下午的4:37。
这里很美哦。大家好，我们已经到了台北101，现在要进去它的 shopping mall。在这里哦。哦，对了，来。我们决定了，我们要买这个。特别哦。是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三个是这个味道。然后这个，这个，这个是这个味道。OK。我这个鞋还没哦，鞋还没哦。哎，怎么那么巧？哦，哎，好看。Hello， 你好。这个好看。你好。终于最近喜欢这种青色。有这青色，肯定裤子是这样的。我给你。冬天就很美。可以把它绑起来。很美耶，这双。对 ，approve， 是真的。很美耶。好。要名是玫瑰拿铁，甜度冰块，我会推荐微糖微冰的。OK， 好。好七安是口中一个啊，是带走，我们要带走。对。然后 blueberry 一个，跟一个口中一个，一个的，有味吗？普通原味哈。点不了。哎，很多客人点小笼包，还有其他很多客人点的是什么？没得了。原装鸡汤。什么鸡汤？原装。原装鸡汤。原装啊，原装。原装鸡汤。哦。哦，那个什么名字没有跟他要录？是那个三元煎炒饭。一样的哦，两个。很不一样。肉丝，这个是虾仁，这个是肉丝，这个是虾仁。没有，没有。这边有啊，那这是酸辣汤。哎，拿那个没有吃过的汤煮。这个是 blueberry cheese， 这个是提拉米苏，我们这个 10,000 买的。哎，哇，很美啊！它本来很美啊，它上面有那个 cream 这样的东西。哦，没有了，算了。这是咖啡的吗？哇，这 blueberry 真的很好吃。哎，这个真的好吃，这个。来来来来，这个真的好吃。哎，如果烧的时候更好吃哦。哎，来，行，来放进去，试看。这个好吃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有咖啡吗？哦，没有哎。一定要挤。对，挤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够了。OK。好吃，我觉得烧烧更好吃。啊那。全部嘛烧烧更好吃。全部烧烧好吃。重点是它已经冷了。如果是烧了，它的皮还是脆的嘞。那够你听到没有？它还是脆脆的，啊，一琳你喜欢这个是？我反而觉得这个好吃，我反而觉得原味最好吃。我没有讲这不好吃，也是好吃，就是它的 cream 很，第一很细啊，嗯，很细腻，然后不是像那种蛋糕店的 cream， 是不是？它的 cream 是跟我们国家 cream 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它跟这个我们国家的它的比较酸，哦，不一样不一样，他们的不一样啊。它叫啊，它在威风，它就是101对面，它的英文字叫 Breeze B R E E Z E， yes， 准对面，嗯，就买得到了。对，然后大家要去二楼，它在二楼，你一上 lift 就看到了。
也就是讲我们来台湾这样多天，目前最好吃的是这个。哦，真的吗？反正士林夜市的什么鸡扒啦，什么没有，其实我们今天早上吃的那个卤肉饭也是好吃的。卤肉饭你要早吃，他说东好吃，我们吃的那个好吃。我们那卤肉饭，我们去的时候是不用排队的吗？啊，对。那也在我们一出来排到长龙去啊。对。然后那个双月，我是觉得还好啊，因为双月它第一双月哦，它食物是好吃，可是很窄那边。啊，很窄，太窄了。我们六个人要分桌子。然后很背啊，我觉得。要交代，如果要坐一起要交代的。有啊，交代啊，其实他忘记。他忘记那时候我们。他讲，三个可以吗？我们讲可以，可是我们坐在一起，就是坐在一起。早安。早安，我们现在是在台湾的第五天。对的哟。现在来到西门町。我们要吃阿中面线。阿中面小碗的，一碗。小碗一碗啊。啊，这就是台湾很出名的阿中面线。来，小姐，阿中面线什么感觉？就这样。Okay. 有一点 over hype 了。在家煮。哎，小猪，小猪 OK， 小猪 OK， 上吧上吧。上次我们进来一点烧啊，上次有吃过。阿星，你要吃开头吗？早饭。我妈不喜欢吃饭啊，我爸喜欢吃饭。我喜欢吃面，我喜欢吃面，我喜欢吃面呐，炒粿条啊。哦，我也是。要买吗？买一杯来喝看喽。好，不要。这个一个，一个120。什么甜啊？如果你跟他们讲，不要。台湾创始店，世界第一品牌配方珍珠鲜奶昔的。嗯嗯。还要买珍珠吗？老板，不错。你做的不一样嘞。对对对。很 fresh 哦。它的珍珠也很 fresh 啊。这碗面很 fresh， 不过 every day。这碗面，这碗面，这碗面，来，妈咪 ，try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在火车了，然后两个小时过后才会到。这个火车很赞，很新，很干净。给你看我们住的 hotel， 这 hotel 叫 Blue One Hotel。我们会 book 的理由也是因为它靠近东大门夜市，就是这里直走，转左就是东大门夜市了。就是刚刚那个在我们的那个司机大哥讲，他讲东大门夜市的食物不是很好吃。我们会住在这里两天一夜哦。不用了，我姐姐卡在那买东西，然后去那边呢。这边是可以自己 self check in 的啦，但是我们就是白登，然后他有给食物哦，是要给钱的，不是要给食物。Yes， 不要。就是有咖啡，是咖啡吗？哦，有咖啡。那你可以自己泡，这是 creamer 吧？对的，这是 cream。有奶茶。可以直接吃的，真的吗？他讲是免费的吗？他懂免费了，
可是你不可以带去房间，你不可以这边泡，我带去房间，然后你不可以这边拿去外面吃。哦，就是不能带进房间，可是是可以在这边吃。我就在这里吃啦。OK， 等下给你们看我们房间长什么样子。OK， 拜拜。哦，不错哦，很美哦。啊，就三个床。拍下房间。OK。拍下。其实也蛮简单的，就是三个床，然后，然后上面有个灯。拍下。然后，还给三个水。调一点茶。你了。个吹风筒。有个镜子。有个 aircon。aircon 什么事？不错哎。不错。安迪标开了，有一点OK 哈，哦，是美的啦，其实。OK 啦，太啦，没有人。这边是华人的乡下吗？乡下的风景就是这样的，它不是城市的吗？你那个雾很美。啊，乡下是乡下的，城市是城市。进来，那就给个马桶。那就，洗手盆，然后还比较帅哥，那个镜子，然后就冲凉，哒哒，一个浴缸哎。八零五。哎，像小金吧，我们的大金哦。这就是我们在花莲住的。这是单品。单个毛巾是。酒店。一样。金吧啊。Hello， 你好，我们到台，到花莲。然后刚才在花莲车站的时候就坐 taxi， 然后那个司机大哥就讲，这个很好吃，这是吃竹草的。然后这里也离我们的，这里也离我们的那个 hotel 很靠近。然后再来的话，现在是白带鱼的季节，我们可以吃白带鱼。白带鱼什么？用干煎的方式。干煎吗？对。除了干煎呢？白带鱼只适合干煎，或者是酱烧，就是。有鱼啊。胶原蛋白。胶原蛋白，透明地方。来，吃多一点鱼。OK， 牛了。小吃烧，不错，会硬吗？不会，很软，很软啊。它的花雕酒很重，哇，姐姐，重花雕酒。四周是蛤蜊汤。你好，我们到了东大门夜市，终于走到过来了。东大门，但是可能今天半夜，可是所以没有什么人。来，走走看。OK， 我知道。可以啊。哇 ，What the hell？ 那个啥。好说，哎，这炒的糖是饱了。对。Thank you。谢谢。哦，哎，感觉不错呢。这样，有点反应来。哇，很细腻 ，must try。OK 啊。好脆，它芒果味比较少一点，它反而是banana味比较多。你们知道什么味道比较多？它旁边其实是有点像牛奶，可是又不像牛奶旁边。
调味就好。OK， 这个跟他说拜拜吧。拜拜。好的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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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草莓糖乌龙在你面前，现在看到的等级是180、200、250的等级，你要哪一种？挑你喜欢的那一只比较重要。哦，我喜欢的那一只，因为跟你八字对了，它就好吃了。那还是都可以。老板，我们要这个。好，等一下。哇，真的大个。我压一下。真的大个，你看我的脸。因为 OK， thank you。对，吃这么大个以后你就回不去了。对，太好吃了，等我一下。来，我想访问你。是不是第一次看过这么大的草莓？啊，大个哦，给发一下脸吧，没看。多大？来形容一下。哦，看我手，我手很大个的。啊啊。大个耶。非常大哦。来，要吃吗？直接吃了。直接来了，来。这家伙。哦哦，我又拍到，来。谢谢。选好节点圈，我需要排队没有灯哦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来到你的反应了。谢谢您哦，谢谢。回顾客，回顾客。好好吃哦。草莓都在你面前，现在。草莓好喝。有没有哦？有没有哦？来啦来啦。你要咬在它中间，我是咬它中间那个哦，它很就是你，因为你整粒子你吃不出那个，你吃不出那个 strawberry 那个咬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好吃，我不是骗你，真的好吃。像巴黎还这样甜呐、啊，很好吃。哪里还甜啊？666。耶。你 ，Hello， 我们的喉咙不够长，你要救我一下。哦，谢谢，很好吃。对，这样吃比较危险，你看哦，轻轻的把竹签转一下。那你就可以吃到下一个了。哦，哇哦！对，大家学到了吗？很好吃哦，现在是纽西兰的草莓啊。你 try 哦，你 try 咬中间，它很 juicy。我在选好节点餐哦。谢谢哦，谢谢您，谢谢。Hello， 你好。草莓在这边前，目前的等级是180、200。我吃。哇！哇！好想买给爸爸妈妈。你是很甜，我爸妈要吗？等一下，我吃这个，然后你吃这个哦，你咬它的 juicy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你想吃什么？我知道，参考看看。千万不要怀疑了，就是这样。你想吃什么呢？怎么样？你要用麦克风讲话哦，麦克。是不是？来，我们说一下，有比西门町好吃吗？而且很甜，很甜，还有凉。你这个，你要咬它的那个，你才知道它的 juicy。咬？就是咬中间，就 feel 得出它的那个。整粒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你开心就好。我就选好了，甜甜不用灯啊。喂。买给妈妈吗？没有。可以吗？好说。谢谢。我都可以。买多少了？我买了200了。你选你要了。怎么想啦？可不可以跟他讲不要糖果糖了？草莓就够了，他只要草莓就够了。等一下，现在有一个奖。这个草莓大到我嘴巴都塞不进啊，关不到啊，怎么办？哎，一人一粒，我们一人一粒。你问他看了啊？最后一粒，多一粒吃，然后多一粒我吃。吃完。好不好？这么？我都给。这个。多一个，你看他回不去了。太幸福了，这很新鲜，这个没有，这个不行，要过来这个。好，走了，老师。干嘛干走？
啊，就是要打包的，谢谢。我没有打包。打包好。OK， 我们真的回不去了，我们又买了三条。回不去了。来来来，录一下。买了三条啊，这个店好困。五粒啊，那五粒啊，这些全部我们他摆在那边，我们自己选的。哎，不能不能，你哇，哈哈，不用，那来摆一下，哇，大力哦，大力，没有大力不用紧，他大力哦，他不是酸的呐，大力是甜的哦，来，这样子，嗯，它里面很 juicy 的，然后 OK 好。大力很大力的，好吃。可是还在花莲卖吧？我用空气炸，来来来，加油啊！可是西门町很小，用不了。想不到来到这个乡村僻野的地方，也能吃到这么好料的东西。什么吧？哇！猪血糕。没有，我买那个。哇！太好吃了。害我们有找的，知道小弟就不要买。哈哈哈哈哈。OK，OK。太好吃了。哎，我啊，前面啊，放下来，放下来哈。啊，这样子比较好。他要遮住我眼睛。这样子比较好。你拿我的，你拿我的，你拿。点点点点。你进哪？好掉哪？这里。哎，这是我的。2937啊。啊，没有，你要按一个七先。OK， 大家。加一个 room 的号码是几号先？七，然后二九。